这不又是在改变现状吗？这不是在掏空一中的政策吗？我建议美国现在当政者重新再把三个联合公报拿出来好好的看一看，他们就能知道什么才是台海的现状，是谁改变了台海的现状。台湾方面同样如此，民进党当局这些年来不断地推进渐进式的台独，大搞去中国化，在所有国际的和多边的场合试图搞两个中国，搞一中一台，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改变现状吗？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啊，他也会指着蔡英文的鼻子说他是不孝子孙。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，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。